好，我们来写楚文字的春联。上次写已经是2021年的版本，那现在2024重新来写。是，那之前已经大部分都有通假的说明，有一些字它可以用一些通假，那不行，没有通假的字例的话，就最后才是用偏旁主字的部分。偏旁主字的部分会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在楚文字目前这个字位置，先用主字的方式来处理，毕竟这个是现代的。写的时候，我们用这个斯奈这个德国的钢珠笔，这个好像不好买，909跟101都没有货，就是停产。那线上在立百代的网站上，觉得还蛮好写，它。写的时候不会那么滑的触感，一般我们拿这种笔会很滑，那就触感写的比较太滑，但是便宜，一支7块，那这种一支60，线上买的话一支40几块，40块。那我们来写三张，大概有9、3、27个。例子，它有些句子是重复的，可能会写很多次。我们就来开始写 A、B、C， 每一种有 A1 到 A9， B1 到 B9， 然后 C1 到 C9， 总共27种。我们就来写看看。做一个草稿，那之后会写在春联。那用目前录影把它记录下来。开始来写。旁边都有四文，所以就不需要再去说明。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通假，在写在旁边。
像帽这个就是用毛来通角。彩的话，在主文字它是木，木字旁，木的偏旁。第二个字复式，这个式它是用石通。草的话就是只用这个招这个草，这个就草的意思，招
那带的话，是这个密字旁。这是第一句，生根叶茂无疆叶，源远流长有道场，故事春草带雨来。第一句 A1 楚文字的春联。那这是2024年的版本，重新来写字，做一个草稿。会之后会写在春联大展，这个是一个底稿。接下来这个，像第二句这个财贫自取财源广，贫，然后的富靠勤德富入财，靠跟贫都是要造字，就是偏旁主字，这个都楚文字都没有，可以参考。所以就是所谓注记一下，这个都是 为现代这个用使用来造字的，就是实际上楚文字目前没有这个例子，这个行音通了也没办法。暂时先这样子，利用这个偏旁来组，上面是马的形，好平，然后靠这个也是上下去组起来，暂时是这样子，哦使用，那我们再来写。广这个字的形，意定形是这样，有个字一个土，
靠这个字就是刚讲通讲，造字的，哦，这个偏旁主字的，就是楚文字并没有这个字。反这个字，阳反的反，这也是用这个来通。哦，不是经部的，哦，就是这个反通就可以。这是第二句 A2， 哦，财贫自取，财源广，富靠勤德，富入场，创大业一帆风顺。目前写两句，两幅，那现在第三幅。才写很多遍，哦，就是同样有个字写很多遍，那富贵的富也是这样，看了多看几次就一瞬就应该比较容易记起来。勇这个也是通，用这个行来通。那宠的话，它的立定型是一个上面是一个实，下面是一个主的东西。浪的话，
就是煮制、哦、水跟凉煮起来。那冒刚刚讲过，这个是毛，这个是通的。浪是水跟凉的煮制。那这一句在第一个字就有，第一段这深耕叶茂无疆也，在这里当成横批。
好，这是第三步，财富涌起，千重浪，宝地俱来万两金，生根叶茂无疆业。A 三，现在写 A 四。这里序的话也是主字，序没有出文字，可以参考胜腾的话，用胜利的胜这个来通，云的话这个行，是刚刚富士春潮带雨来，刚刚、哦、右边这边就有，是是、啊、这个是潮招，毛，这个是毛的形，通的毛，用毛来通。
的 A 四，财如旭日腾云起，富士春潮带雨了，深耕叶茂五江夜。第四幅，那接下来写第五幅，里面有很多会重复的，像这个创大业一帆风顺，这边又当成第一句。我们再写一次。望前程万里生辉，辉的话，这个也是组字的，用光跟君去组起来的。目前没有这个字例可以参考，所以只能用两个偏旁组起来。暂时。回这边是光跟君去组成组织，那源远流长有道采，这刚刚前面也有写过了。
这是第五幅的内容 A5。 接下来是 A6。这个字它是底线，它是一个负，然后左边是两柱，是这个形。那肾刚刚它的这个它就是立定线，上面是一个层。这个形，下面这个面，这个形，这个就记一下这样。鸡的话，它是这个形，鸡肾呢加个鸡。这个在主文字用字，所以需要记一下这个。记起来，下次就直接可以用。中心气象随春至，积善人家纳福多。这个鸡稍微复杂一点，这边再一点。
这是第六府中心气象随春至积善人家纳福多万事胜意喜盈门。接下来我们来写第七府在画这个部分，它是形式立定形式，上面是一个画，下面是一个四，容的话上面是火，下面是一个密字，片的话是用扁来通，窄的话是这个形，热它有很多种写法，就是选其中一种写法。这个繁有点复杂，就是跟底下是密的写。容底下这也是一个密的写。
翔，它就是仰仰这个翔。林这个字比较复杂，它下面聚这个形有三个连续。好，这是第七幅，八方鼎人同乐，四化繁荣岁之风，遍地祥光临福宅。接下来写第八，第八幅，这里面也有天富贵，这个也没有，所以我们用田这个来替代。那物首的物，用它的物是毛，上面是个毛，这个形下面是个立。时的话用时间的时来替，时加这个词，时间的时。
是第八，八路财神天，天来体通，天富贵，四方福星保平安，持家务守孝忠信。最后我们第九 A 九，等一下在第九个希望我们做个段落片，记得等一下第 B 跟 C 另外再录，就是在 C 这个第九录完的时候就做个结束。接下来写第九个，第九个这边推的话就是用追来替，有的话刚刚有例子，烦的话也是，浪的话就是主字，柳的话也是主字，更更新的更，它的立定形是木，上下两个点，更新的更。阳的话，我们用这个阳来通。特别注意，在写的时候，如果在用到这些字，大就是需要这样来调整。
最后一句。柳这个是主字的，这个就是一到 A 一到 A 九的楚文字的春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、九，这个都有特别有通假或是组织的部分，另外有标示出来。好，这九音，哎 ，A 一到 A 九，接下来我们等一下再来录 B 一到 B 九。哦，在这边先做一个段落。